好的，直播可以看到现场浓烟直窜天际，大片木材室的火势迅速蔓延。这起火警意外发生在台南市关田区24号清晨5:33，一处有机树枝木整理厂。由于现场大片木材堆，起火燃烧，警消火速抵达现场，拉11线抢救，一共派出5个分队、11辆车、20名警消前往救援，并且协调业者调重机具投入开挖救灾。而火势在清晨6点的时候获得控制，没有持续燃烧，但目前还没有完全扑灭。 正在全力涉水抢救中，至于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。以上最新主播，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